是人。进入了一个，我看到野猪。今天，然后后来也写了很多啊，接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我要对这109个训练，这个是个很重的担子。我每一次走，每天睡多久？2年多没有手机，遇见你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的事情。坤制作人好，我想跟你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完美的样子啊，我还蛮高兴的。因为在我这儿，所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。就 Ella 老师说，我不管是舞台还是很工整，他说，就我也有点遗憾，就是没有让 Ella 老师见过我可能更真实的样子。所以老师说我身上总是少了一点人的味道。是人。谢谢坤制作人，我也喜欢这么干净利落的。老师好，就是我。对。谢谢坤制作人。哪一组愿意第一个？我们先来吧。那大家欢迎黑组。这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是吧？是的，老师。很棒耶。有位置什么的有调整吗？就是换了一个 part。 哦。然后都不是我俩互换，是我俩唱别人的 part。 现在你们有狮子的感觉了吗？尽量。哎，给大家都做一个游戏好吧，就是大家现在想象自己进入了一个森林，看到了一个动物，想一下那个动物是什么，然后接着你又继续往前走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回头，你又看到了一个动物。好，现在你们告诉我你们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你说呀。昆虫。我看到野猪。野猪。我是火烈鸟。火烈鸟。你呢？狮子。你看到狮子。看到蛇。看到蛇。蜗牛。蜗牛厉害了。猪。什么？猪。猪。那你们看到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动物是什么？又是狮子吧。狮子。嗯，有角有那个牙的大象。啊。另一只野猪。另一只野猪。啊。大猩猩。狮子。鸟。鸟。鹿。这个动物呢是别人眼中的你自己。啊。我在别人眼中是火烈鸟。我在别人眼中是一只野猪。是野猪。然后第二个动物呢是真实的你自己。我还是一只野猪。就是我怎么样都是一只猪。大家觉得这个准吗？不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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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不准我们就继续往下。老师您还没说您是什么。哎呦，你这个 Q 的好，我好怕没人问哦。我看我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老虎。你们看我像不像老虎？像。不像。好的。我第二个动物是一只猫。像。像。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做这个很准，所以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正式开始，希望你们现在可以让我看一下七只狮子好吧。来吧。这就是 ACE 的能力，拿麦满的，唱了一唱还会跳。语言卖掉了。自信一点，王同学。我看几遍都还是帅。我觉得很棒呀，你们。谢谢老师。表扬一下安琪，就是你是换到新的部分了是不是？但是很稳。你学你这个部分的时间有多久？其实昨天上其他导师课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措辞，对，词记不住，然后今天记住了。但今天你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棒。谢谢老师。预言刚才是不是麦掉了？是，对吧？最近好像中了吊麦的魔咒。吊过好几次了吗？好像三次吧，每次上导师课的时候都会吊麦，不知道为啥。大家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吗？
我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这种错误我觉得可以犯一次，尽量不要再多。我觉得大家以后带那个麦的时候都可以带完之后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唱跳的话，要动作比较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多跳跳多蹦蹦，看那个会不会掉，就给它贴好。我有发生过一次这种状况，然后我就整场完全听不到我自己在唱什么，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掉过了。大家会夸你，会夸你很有应变能力啊，会觉得你台风很稳呢、啊。但是你自己要知道，这都是歌手要前期准备好的东西，你没有做好，所以希望这个东西要下次注意。陈珏，对，第一遍的时候还是不太能出来，到你那里的时候就觉得声音小了下来，这你要回去自己想一下了，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，然后夸张咬字，尽量不要给自己留太多余地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王承铉今天也有一点不稳，所以王承铉也是因为新的段落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，我也是新的 part 段，然后昨天也是一直措辞，今天才记起来。你们两个那个两个部分我觉得都还挺重要的。王承铉应该是你有一段 solo， 这是个很好的位置给了你，但我觉得你刚才没有把握住，你要不要再试一下？继续坚定脚下的步伐。我觉得你这种唱法好像是唱主歌唱 verse 的唱法，我觉得你没有很出来呀。要不要再试一下，承铉？放出来一点，狠一点啊！放出来。继续坚定脚下的步伐。老撞他，为什么？对，老撞着他。来，哪位同学有什么意见？我是说，好像观察到他从昨天开始的话，每个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是会撞着他的，其实反而是有点影响他唱歌的。因为可能今天就是临时加了这个麦的话，可能就是。但我觉得问题不是舞蹈动作耶，还是你自己不够出来。现在让我觉得你不像一只狮子，像一只受伤的狮子。你像小狮子。那也是狮子。这次的 C 位是谁？你可以唱一下你的 rap 的段落吗？好。带着精致脆弱的手，没被汉子动的家。我觉得你要想办法再出来一点。好。就因为在一首歌里面，这个 rap 的部分是很珍贵的，黄金分割点，你抓住了就是黄金。我觉得上官喜爱状态是对的。谢谢老师。其他同学我觉得还要私底下再多练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。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上课，今天是一个在这么大的一个教室上课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接下来，如果是你独立在完成你募出来的团之后的，我其实更喜欢我状态的样子，我更是，我甚至来这个节目都有一点那种紧张感。你们的状况就是这，我也在学着放松啊，努对吧？做的，然后其实，在你们身上，不管怎么样。